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安博篮球快讯。近日各方者球星利拿特接受了传媒的采访，他在采访之中提及到新赛季太阳队组织三巨头的组合，利拿特就表示了杜兰特、迪云布加和比尔，这个绝对是恐怖的三巨头组合，他们打起球上来会很有趣，他们也都会赢很多的比赛的。相信太阳队新赛季的目标绝对是赢球，如果他们三巨头真的可以夹起上来的话，我不会感到惊讶的。但是最重要是他们如果能够夹得起上来的话，可以能够一起拿得比赛的胜利。对于我属于联盟里面的其中一个球员，也都是 NBA 的球迷来讲，我和其他球迷一样，我很相信太阳队新季的表现绝对是会令人非常兴奋的。我是 Wally， 多谢大家收听，记得 like 和 share 我们的 post 啊。睇场 NBA 都只需是15蚊，咁抵，仲等咩？立即 download 我哋个 apps 啦！